襄阳民宿到了。他们有些人是走过去跟襄阳民宿拍照，但是我们应该不用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走过去的，这边这怎么走啊？向阳民宿过去之后，就是向阳大崩壁了。然后过了向阳大崩壁，就是三叉路口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放背包。你要休息吗？不用。好，走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路平坦了。所以等一下有一点硬仗。嘿。